你好，顾依然。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，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。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。实际上啊，他一点也不近人情。你可不许骂我然哥，我给你加加油。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，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。有想要保护的人，他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。人生还很长，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。我就是想找到他，带他回家。我有什么错？叶落归根不是迷信，无论你走得再快，走得再远，最后都是要回家的。一天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每个转身恍如初见。思念是春菜，有季节是惊喜。春风秋